林家栋同白子呢日为电影首卷烟开工，原定要拍挨打戏份嘅白子，今次就好幸运咁暂时逃过一劫。今日我系嚟俾家栋打嘅，唔系、哦，我琴日同导演倾过，好似话今日唔使打、哦。咁唔使打？因为佢话留翻系最后 ending 嗰场先大打、哦，打到你啪啪声、哦，叫我。我谂住带定 pad 嗰啲护垫喺。你已经有啦，仲使乜带？人要护垫啊，大佬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少电影都被迫要延期开拍。家栋这次虽然是零片酬演出，但是都要好好保护自己、啊。电影公司很好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个情况。因为本身、导演都要赶着胶片嘛，也都问了保险公司的。那个保险公司的单位都说、他会受保的。所以我也都见过这份东西，我才 是落场。我说如果因为始终是大家都会有担心的，即除了自己或者其他工作人员。